这是一套卤板凳，老铁们要的一套卤板凳，这是一袋卤板凳，一套十件，一袋的最传统的卤板凳，这样是二袋卤板凳，每一个样子都是不同的，没有完全一样的。然后这个是二袋的升级版卤板凳，这是三袋平价卤板凳，看细节，每一个都不一样。这是五袋，这是四袋，四袋的是增高型卤板凳，这是五袋的，五袋可以做卤板枕，合起来打开可以做卤板凳，而且还是双层双面的，可以做板面。这是五袋的卤板凳，这是六袋卤板凳，可以做卤板枕，打开也合，可以做卤板凳，这是两用的双功能的。六袋卤板凳，这个是七袋的，七袋卤板凳，这是卤板椅，这一块大木头做的卤板椅，带靠背的，靠背的卤板椅放这边，带靠背的卤板椅，这是江鱼案。一块木头做的大桌，江鱼案，一套十件，这还有纸光盘的，纸光盘七袋卤板凳，明天你们就看不着了，七袋卤板凳，这是六袋的纸光盘子，是六袋的，六袋的做摆件非常漂亮。这还有来小的，小的做小摆件，小七袋，感谢老铁们支持。